专情婚恋公司四精英顺利入住别墅酒店，公司明文规定不准内部恋爱。就在入住的当天晚上，有人为娜娜准备了99朵玫瑰花，她究竟会是谁呢？哎，经理，哎呀，你气派啊！哎，人呢？经理来，经理好，经理好，你看我第一个迎接你啊！哎呀呀呀！好，经理，拥抱一下。经理，经理，想死你了呀！讲的头发蹭蹭长。啥经理呀？这不帅哥吗？你瞅他们这衣服穿的啊，显着我们公司是多有素质。黄金团队嘛，啊，打造真情品牌。打造真情品牌，开创真情时代，开创真情时代，人人开发客户，人人开发客户，反对内部恋爱，反对内部恋爱，内部恋爱，内部恋爱，是反对内部恋爱，反对内部恋爱，内部恋爱，每一次都说不起，每一次都说不起，怎么回事？记在心里，已经记在心里。反对内部人跟内部人搞恋爱，不许有下回。对，下回一定齐。下回不能再搞恋爱了 啊！行了，咱们先去吃口饭吧。啊，我看看准备好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吃个早饭。一件好事。经理，怎么了？啥东西啊？那几个啊？这趁我不在，你们几个捉翻天了呀？你们几个要翻天了呀？都别吵吵！都别吵吵！如果说最后被我调查来说是谁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后果由你们承担。后果是什么后果？奖金没收，还得开除。哥呀，那你就认了吧，是不是？我知你俩关系好，但是这个事情，他不做亏心事，咱怎么怕鬼叫门，是吧？不会，经理。就有可能是宋晓峰，我看过好多次，宋晓峰给赵娜写情书，就是我爸，人家承认了。哎呀，到底是你还是你爸？我就是我吧，我胳膊这块，就是我啥呢？经理啊，我平时不是这个没有文化，那叫平时没文化，我就一直也没文化。我就练情书，但是这情书我始终没给别人发过去。我只是练字而已。你练字也不能拿公司的纸，你这浪费纸啊你！我打印的不是吗？我打印的不是吗？你打印的，你练什么字？你这玩意儿，你那编瞎话能不能有准啊？我是练字，我不也是为了提高咱们公司的文化吗？经理，我认为已经破案了，这玩意儿没别人了。不是我啊，我知道这人谁了啊？谁呀？谁？这人姓王。对对，我啥玩意儿？是你干的吗？我要干，我就干这样的啊！我得是999朵那种啊，我哪能干这太低档次？小王作为我们公司的一个老司机，对啊，你说你回回搞活动，还都是先送娜娜回家。我送娜娜回家，那是我家跟他家顺路啊。那咱们俩家也顺路，你没送我呀？公车私运。那每次娜娜工作，人家是成绩最好，工作效率最高，结束最早，我还得等你俩钟头啊。爱咋咋地，反正不是我。差不了多少啊？那小简肯定是你了。对，经理，你看看我这是这里边，你看看论长相、论个头、论腿根、论是不是身高，你说哪样我比得过他们？是不是？你上个月。不止一次带娜娜去咱们公司楼下甜蜜蜜餐吧去吃过烛光晚餐，六次。我
其实就请过他一次，他老帮我借钱什么的嘛，不是，我们就请他吃顿饭。借钱给他？对，借我钱，我就谢谢他，人家不要利息了，我就谢谢他。那怎么还吃六回呀、啊？那五次都赠送的。那你怎么还送，天天送那个红大燕窝呢？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从来没送过我们其他人呢？对呀、啊，经理，我承认我送过他燕窝，但是说实话，你也别在意，燕窝攒了一年都过期了。攒了一年都过期了。